开拓者，三月七，我知道你们对我展现出原本的形态很好奇，但是能适可而止一些吗？嘿嘿嘿，尹元君好香香，好伟大的一张脸，让皇后嬷嬷。够了，再这样待在列车上，我感觉我的生命会受到威胁。 原来是这样，毕竟对于外患名来说，能够见到龙尊本尊，确实是很新奇的事情。无忌的话，就暂时在我这住下吧。那就麻烦景元将军了。将军，这是干什么？以前我经常和丹风玩的枕头大战，你难得来一趟，就当陪我回忆一下青春嘛。也不是不行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开出奇兵了！你们这是哪个次元的枕头大战啊？真是不受待见啊，尹月君，居然敢来到我这儿。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至少你不会对我做奇怪的事情吧？什么？你觉得我还不如列车上的小屁孩和警员对你的威胁大吗？啊！我懂了，原来这才是你的弱点，要诸位共赏。你要干什么？受不了一点儿！开拓者三月七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 对不起，丹痕，我们反思过了，丹痕是大家的丹痕，我们不应该那么过分的独占你。你们。